故意把后妈闺蜜的浴袍换成性感睡裙。哎呦，牛总，哎，啥呢？不是，你怎么在外面啊？我不在外面，我在哪儿啊？那里面洗澡那谁呀？你想玩啊？他怎么在你那屋洗澡啊？那热水器坏了，你干啥呢？鬼鬼祟祟的，你该拿的啥？我给他拿件睡浴袍。你刚才拿的不是这家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小点声，你让我小妈听着不好。那你说，你到底要啥？我就是准备了一件比较sexy的睡裙，我是以为里面洗澡的是你呢，寻逗你一下，给你换上。我一会儿就把那睡裙拿回来。我意思你要想看，那我穿给你呗。你晚点过来。要不你先去我那屋坐一会儿，那好呢。有啥不好的？他正洗澡呢，去我那屋吹会儿空调。我操！干他妈谁衣服？哎呦我操！你干嘛去？给我！